并不是爱情，我们才是。当男朋友想教育我时，大家都在秀，不是那银行字卡电话回来了。喂，爸，在干嘛呢？今天是呢。最近跟丽西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看你还能主义多久？你说吧。你是不是整天让丽西下跪？没有，说都说事情差不多的。越说越没有底气。像什么话？你这一天天的能不能学着温柔点？给你点个炸鸡蛋，你向罗选拿吧，我来帮你跟爸爸解释。你是要狐狸仔吗？好一点，不知道犯了什么错。他有个朋友一直在骂他。啊，我去看看。就是这个人。喂，你谁呀？为什么骂点点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管你谁谁呢。嗯，骂点点就不行。哎，别吵别吵，差不多。我是他爸爸。爸，我知道了。刚想吃又放下了。我林夕站着一个，吃一个就够了吧？两个？怎么还吃？三个？阿姨，我刚刚就是给他吃一个，结果他把地全都吃完了。我爸爸不让我凶他。吃醋寻找。等等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一定要和男朋友画一次石膏娃娃。那跟他的相比，我的就很清新。我这怎么跟石块一样？我小时候，我去我们公园，十块钱可以画一个，想画，然后我妈就不让我画。没关系，以后你想画多少我就陪你画多少。为什么我这上面都是点点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好一点点啊。史无前例，价值连城。这是你们就像是那种土堆里面挖出来西安旅游纪念品。等不到双子座一模一样。当当当当，绝对是我临时做的。拉票我就不拉了，大家有眼睛的话呢，都能看得出来。哎，我的能不能这样轻易看？不要管。这是不是想买口红时的你？这正好适合我吗？要买吗？哎，姐姐，你在看这个时候，我也在看。买吗？但是我没试过，我看不懂。平时上学这么辛苦，买个口红还要纠结色号吗？喜欢就买啊。当男友假装对我的闺蜜感兴趣。小兵，晚上是不是你有朋友要过来吃火锅？对啊。是不是上次你穿碎花裙子留长发，说话还很温柔的那个女生？快来了吧，我还去换个衣服。是不是被打火机？他懵了，让你平时收拾。哎，你说他是喜欢霸总一点，还是奶狗一点，还是禁欲一点？你们看他的脸。对，他喜欢什么干什么？你怎么不问我喜欢什么？要生气了？我这不是为了跟你抢点面子，让你朋友看看我有多帅。你男朋友有多帅？你说正题，要不我穿这件西装，新来的，冷静就换喽。你干什么？你解释。我知道什么叫恶棒缠绕。今晚我家不吃火锅了。你是不是给我不给我交代？住！三天之内我揍死你。当男友比我早睡，我却醒着时。三句话让八总为我痴狂。第一句，第二句，第三句。来吧，展示。你别笑。Nice。小彪。你怎么来了？到底什么事？我忘记了什么。到底不是吃饭呢，一会儿就说。姐不告诉你，快把爸总逼疯了。快告诉我吧，到底不是。我看完电视就告诉你。看你怎么办。还不说是？待会儿你就没事不说。要你在身边，吹夏日的微风。来的。让我来吃饭给你看吧。把你的行李跟我去兜风，开的电瓶只需要那几分钟，你从后面抱住我，不要闹了。当男友想让我更爱他，我今天学到了让女朋友越来越爱我的方法，先爱自己，再爱他，有决定来试一下。小兵，吃饭吧。把油夹给我自己。看什么？快吃！看见没？多爱自己更有魅力。第二点，关于打扮、身材、气质。我林夕那衣品肯定没得说，快点！看我今天怎么样？好看，你还喷了香水。
今天去见谁啊？没什么，这是我的个人魅力。看他找你的表情。最后一天，女生潇洒的刷卡，我要给她再买个项链。哎，支付宝零，微信零，银行卡零。好吧，这怎么办？平时都上交给小平玩了。对，比心上接单可以赚钱，当场九点下班，项链4000块，基本还差300。我现在单价是51局，只要6个小时就凑够，这比心还真好。小表，有事出去喽。等待一个爱我的花蝴蝶。小表，你之前想要的项链，我给你买回来。不要太爱我哟。你好酷哦，还有男人味儿哎。拿我吃的，穿那么好看去见谁啊？真香。私房钱，我看这婚礼。家长是只有写电话号码。